母亲节就会到位，义父联盟作为义父门件调查，发现有位六十岁妈妈吃到沙飞对王家的韩国生意呢不友善，带小朋友出去压力动态哟，将个行动如何会对做亚尔莎带生意的个方式有意见，韩国娱乐名骗人的生意呢，无就对生意的个行为都无奈何都唔掉，也都都系做亚尔莎做妈妈莎吃到当见种的蔬菜。小朋友凡是在公园钓公公，顺风下台，韩国有了解的，没有家长带点生意呢，搞到忙几天。不过就一副里面的调查，有渐渐的路上做外啥，吃到带生意呢，是公共场所阿弟动态，也都吃到东方的味，酸辣油、按多，马该问题呢。出门有时候就难免还是会战战兢兢，就是会怕有一些人可能看了你的某些行为，然后就会就是可能就直接给你一些意见。就是可能他外观上有一点不一样，会特别去问这样子，对，比较个人隐私的问题。你的妈妈会吃到沙飞，唔有真的原因，单单都系过路人的态度。像我有咸咸的七嫂妈妈，是读到地下边方唔用味的，唔配量家中带点声音的，按唔离偏的人。韩国有对声音的会叫自强人，吃到东丁人那位亚洲人。韩国有争议做亚外沙，关注声音的方式的嫌人高自信。那还有因为做亚外沙，韩国声音的行为唔得当，如条条老家掉起把来，传到名路巷起的家中人人。你的妈妈都吃到东头哪通？突然摸孩子的脸啊，捏孩子的腿等等，那或者是说有的路人可能是基于友善，但是发一些零食或食物给孩子吃，那可能比较不适合孩子。然后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会对孩子的一些穿着，甚至包含孩子的高矮胖瘦性别，都做出很多的评语哦，造成这个妈妈带孩子出门就觉得压力很大。做妈妈心酸，唔单止安尼，有79.9%的妈妈知道用声音呢，其实真多的就会冒起假事件。唔单止水面包，上次连条路就会崩塌。声音呢，近来建设问题很严重，网友大错对旧声音的友善反应哦。一副发起同理、怜悯、唔旁观友善妈妈三方应声，莫怀疑的妈妈带声音的出去，捍卫生命之点。下个新闻翻工，你请坐，提波涛。